我先现场先调查一下好了，有参加过2014年 Summit 的举手，然后参加过2016年的举手，哎、欸，差不多哎，那、啊、有参加过2018年的举手，聚会还没开始，好，那个我们地点已经定了哦，就是在时间地点都定了，就是2018年10月5号到7号，我们这次办3天，哦，那也是同样在中研院，有一天是 workshop， 那今天就是要来启动。然后招募还有做 app， 那个这两次，好，第一次是 HC， 第二次是 LY， 对，好，那5年来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这是我们5年黑客松那么多次唯一一次有大家合照的照片，有在里面的举手，有，好，很棒，好，那5年来为什么会有 G0V 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很崩溃嘛，那大家就跑来做功德，但是大家就好像没有升华，所以大家还在这里。其实这次已经是28次了，虽然是27，可是第0次开始，那一大堆坑主哦，好，然后就是5年，上一次是5年，其实这次才差不多是满5周年了。那在这5年中，君明就号称说是第三大，其实就是看那 GitHub 的 repo 来的哦。那跟全球很多这个 call for all， 就 call for 什么什么的，我们没有 call for 台湾嘛，我们就是一个 GEV 的各种公民科技的组织串联在一起。那今年那个 OCF 这边做了很多国际串联的事情，所以明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把国际的社群，还有台湾在地的很多专案，还有政府单位和民间单位的努力，把它纳入这个大会哦，所以。去年的大会里面有很多提案，很多讲者、然后很多工作人员，但是我想大家可能最后哎、欸、这张被压下去，就是大家都记得那个铁盒便当刚没有做好，好，铁盒便当很重要，环保便当，所以今天要征求我们想要做这个就是 app 那个 conference app， 那我知道 Coast Club 有做一版哦，所以今天征求一下 iOS 或是 Android 的开发者，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把那个 Coast Club 的 Form 一版是做明年的这个 App。然后现在其实已经蛮多人跳坑 Summit 的工作人员了，这字很小哦，那连接可以去看。所以今天有另外一个坑是，所有不管你想要做什么，你会画画，你会英文，你会跟人聊天，你会接待，都可以来这边填一个叫做 Billy 2018。坑，天，的那个 Google 那个 form， 那就可能各个组长会来找你。那现在就请大家，我还有一点点时间，现在就请大家连到这个 bit.ly.ly 2018-坑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下一位